哦，炮戏是7点嘛，对不对？隔壁台，隔壁台，壁台，应该比哪里？壁台。好，聊天室白白的，洗一下屏，洗一下屏，因为它就只有下面最下面三行，就是聊天室最下面的三行会显露出来，稍微洗一下屏就有了。白白的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屏它就有喽，只有前三行才会有，哎，不是，最后面三行才有。我就把你的白竹板牛油，露出你是卡巴那帕本人第一次看，不知道是准备要干嘛的。就刚开台啊，刚开台都是这样，实况组会呈现稍微游离的状态，这很正常，这很正常，习惯就好，习惯，OK 的。啊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僵尸就有了。哦，还是一样，从6阶开始打。我的三四八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。我三四八，我都几级啊？好、哦，4级就可以结束它，其他4级就好。现在是战车世界，战神下午打过啦。先跟你们说一下哦，礼拜天我应该会一整天玩那个直到黎明，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铅笔、爆米花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OK 的啦。因为刚开台，你就有很多东西要设定、要准备，所以我通常都会先放一首开台歌，然后再放开台歌的时候，赶快把开台文什么文什么文什么文，通通把它先贴好，这样子开台歌刚好放完，放的差不多，你也可以准备开始游戏了。这样啊，关台前也会再放一次，就是大家聊一下，培养一下关台的气氛，这样才不会说，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，啪就关掉这样。哎呦，这是我第一次玩到这张地图哦！开六阶车的时候，好紧张啊！这时候我们要干嘛？没有，9点玩人中，因为今天还要玩那个钢弹，今天要玩钢弹，打到9点。礼拜天我应该会一整天开台吧，我想大概2点，一两点那边左右。去啊去啊，那你到时候就只好看那个。
头 Hellcat 还有一个三兔。重点是没找到那个山图。对啊，星期五要打一下那个钢弹。嗯，你那大胖猫跳下来，我还以为地震。哦，这个红灯有点。Hello，Hello。对啊，一整天就是一口气把它给破关。我是预计大概要打七八个小时，八九个小时左右。嗯，有加到吗？好像没加到。我预计大概要打7到8个小时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下午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在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样，2、3、4、5、6，对啊，星期五才打钢弹。街场对面有 T 恤是跟布丁狗，对，星期五才打钢弹。专利很差，也打也打不通。不是吧，真能打。我们还有一个 T43去哪了。
цель понял. Есть такая цель. 我靠，这不好打。повреждение гусеницы. Шанс разрыва увеличен.我真的很尽力，可是中间真的没人帮忙控，一个人要控三个方向，怎么可能啦？啊，太难了吧！我操，这是。哦，这一个人要控三个方向，根本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好，我们这场应该是输定了，中间没人控。怎么队友跟个傻逼一样啊？受不了欸。不会啊，这个游戏不是年纪大就有可能。欸，战车世界最近有那个卡牌的手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我们应该早一天来介绍一下。推荐一下。人家就死了，哭哭。对啊，因为三个方向，照理说吼，中间至少要有两台帮忙控。一个控左，一个控中间偏左，一个控中间偏右。可是刚刚只有我一个，等于说我没有办法用两边的，这样太难了。战舰有啊，我看最近那个战舰很多人，我看战舰最近很多人在实况，我就没有特别去实况。帅哥们好，帅哥们好，帅哥们好，拉呀，帅哥们好，带无关之，没人吗？什么？只有我？这些队友都他娘的干什么？Be a man.
Цель понял. Не пробил. Как уничтожен? А, 我的天哪,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实在是个傻逼队友。因为那个聘变高了，这个队友的脑袋也下降了。PS4 战车世界，这我明天再来下载吧。现在下载我也没办法玩，这个真没办法。刚刚如果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了，需要资源。What the fuck？ 哦。干，好难打哦！今天怎么回事啊 ？Oh my god！ 哎，我们今天可能不好搞哦，不好搞哦，今天都不会。对啊，对啊 ，Hello，Hello， 去动物园他们都会唱啊。不然就唱什么大象大象，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怎么每次都输？因为队友该去的地方不去，所以你就会输。这个如果以英雄联盟在来说呢，就是下路打会战，跟中路说赶快过来，然后中路还他妈先回家买水再过来，那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就是队友很怕死的时候，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时候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况。因为战争世界玩家素质很高。就该去不去，该去不去、他们都没有想过说，每次你去那个地方，没有发现输的几率很高吗？对，有神队友也搞不定啊。如果你没有基本操作的话，这局就不好赢。才好，我好像已经不会玩游戏嘞，我已经不会玩游戏，我不晓得该怎么玩游戏，不要，我就说不要了，干你每次加足我都没有发现我都不足你吗？我是说我已经不会玩游戏了，我已经 I don't care， 我们随便打吧，他们不想赢我们就一起出。今天他妈我要零趴获胜。I don't care. 对啊，其实也不是冲太快，我就是想下去赌一把，没赌赢。刚刚那个下去，我本来想说赌一把的，如果下去把那个干掉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拿下了。可是没有赌赢，所以就输了。因为敌人来得太快，我方来得太慢。我知道啦，要讲几次哦 ？PS 我知道可以下载了，但是我下载，我们今天就不用玩啦。你哎呦，那受不了，我就说我不要，我烦死了。不是横冲直撞，这场有炮车。如果刚刚下面的勾我们没有先赌一把把它拿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会赢。我信你等一下看啊，我们不会赢。因为当你在前前后后的时候，对方的炮车可以一直打这边，等于说如果刚刚那个地方你没有赌一把冒险去把它给吃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会赢。可是敌方，你看敌方都知道要把那个地方先冲下来，可是我方的人完全没有不打算这么做。
对啊，是啦，贴的文章那么多。赶快去帮啊！你要让左边的死吗？你看这边还在考虑。不要考虑好吗？快上！队友通常都等到你死了，他们才愿意冲，就是这三个啊。我们刚刚是可以只要冒险把它拿下就好了，但是我们队友都不敢杀，这就会造成说我们会很糟糕。各种车辆的优缺点和装甲剥落区，以及该多大的口径走。不用想那么多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你问我，你问我现在虎视到底要用什么角度来看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或是你现在问我说，你 A03 都打到五 G 了，你觉得这个 A03 要用什么角度来用敌人？我不知道。要用几度？我不知道。我直接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们男人在玩游戏就是想太多，有的时候不用想那么多。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个是几，你只要下去打两场，你就知道几度。还有用什么角度模组啦，什么个人。根本就不用去用那种东西，真的超差。我数学超差的啊，老实说。你问我，我要用什么角度还是什么东西？不用，你只要知道这张地图你可以去的点在哪里就可以，只要这样子做就可以。该冲的时候勇敢一点，不要那么怕死就可以，不用怕死。你根本不需要去想得太精细，没有那个必要。对啊，咱们又不是数学系的。哦，你今天瞄准敌人前面先 cosine 几度，怎么可能？假巴眼，直接上啦，冲啦，够啊就可以啦。嗯，你顶多去看一下，就是开头到那你顶多需要知道说这张图你能够做什么事情，这样子就对。但是你不能够读得太死板，像很多的 TD 他会想说，哦，我就是要在后面黑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上去补位，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讲，他觉得说我是 TD 我就在后面黑，我是重坦我就一定要怎么样。其实战车事业是很 free 的，是大家把它给区分了。的确 TD 是适合在后面黑的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也可以上前，因为毕竟 TD 有血量，你也能够扛线，就是这样。
所以你不能够太拘泥一个五二的进度哦，哎九呢？哎呀，好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。没有啊，就算我有当过赛品哎，我是最早的战车世界赛品哎，我从来就没在管几度了，好不好？你就算在讲比赛，你也不会在讲几度，相信。就像你现在去随便问一个英雄联盟的赛品，你问他拉克斯的 R 大概多长，谁讲得出来啊？就这么长啊，谁会知道多长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觉得不要太拘泥。现在很多人就是太拘泥一个情况，就是一张图它永远只走一个地方。对，区分是好事，但很容易被框住。一旦框住，你就不好爬出来了。因为每一载的车辆都不一样啊，像 A03 它什么都能做，不过它视野就是差了点，所以我会视情况不会。这是火星吗？不然理解。真痛哦！你看，像队友都还在后面不敢冲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你看后面的都还待在这里，然后那个 TT 待在这，你根本什么都打不到，你为什么要待在那里？喜憨儿，你看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会很生气，真的还是要跟队友一起玩比较好玩。然后等我死了，他们才要往前冲。他们就是不肯跟你一起冲。他们大部分人都会等到一个死了，另外一个再往前，再死了，再一个往前。他们永远没办法大家一起过去，这样。这是战车世界最大的一个缺点，就是你的队友永远不会跟着你走，他只会等你死了，他再往前走。嗯，受不了哦。哦，对啊，真糟糕。可是你说我会不会去记？老实说，你看啊，你就算记了每一台战车的资料啊，可是你根本不可能在每一场比赛都讲同样的话，因为观众这样听久了会腻，观众就会觉得好，我们都知道这炮管多少，你不要告诉我了，这样他就会听腻了。所以你还要再想一些新的跟他们说。所以当赛品其实是还蛮消耗自己的知识的。I'm not a man.
喂 ，Cap， 你们到底在等什么啊？我的妈呀，敌人都要 Cap 了！你看，我们还有个 TD 还在那边昏倒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巫师三，巫师三。啊，为什么要在圈圈外面晃啊？赶快 Cap， 赶快赢好不好？到底在等什么？干，我们可能会输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可能会输哦。повреждение гусеницы. Шанс разрыва увеличен. 哦，赶快开牌就赢了！你们到底在拖什么？看不懂哎，我真的快急死了！这完全没有人可以回家救哎！你们到底要闹哪样啊？我。我快要被他们打败了，好不好？看一群喜憨儿，你赶快 cap， 赶快站进来啦！等什么？还在外面玩哦，真是。哦，受不了。这种场面看着我都快便秘了，受不了。不知道在贪什么，不懂，受不了。哦，你知道，如果让对方一开始站点，我们可能就会输哎、欸。听说一城余生是一城余生哦。你知道我一个朋友，他在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然后请大家推荐那个游戏，然后就一堆人推荐他一城余生。可是其实一城余生对女生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好。因为一城余生他还会，如果你真的有在玩那个游戏，你还要不停的爬文，然后你还要改模组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的话，老实说那个游戏难度还蛮高的。然后接下来他很适合玩，因为你可以在里面获得很大快乐。可是你不适合实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实况人家看了会闷。然后一堆人一直推荐他一城余生啊，一城余生才好啊。哦，你只要改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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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啦。靠呗，你推荐了他那个游戏，你之后要帮他改那些模组吗？别闹了好不好？嗯，一堆喜憨儿，受不了。一城余生是很好玩，但是根本就不适合实况，而且你要考量到有观众会3D， 那个你就很头痛。而且你要怎么讲解一城余生？哦，一城余生很好玩哦，像我都会改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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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组，这要怎么介绍啊？你如果玩一个游戏，你是要介绍的话，最简单的当然是刺客教条啊。我们队友完全没来这哎、欸！哎呀，真是感谢上苍。对啊，然后一群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一直推荐他，你要玩一城余生啊，哇，他最好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干，不是你玩得好就好啊！我操，你要帮那个女生改模组吗？我每次看到男生在推荐东西，我都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去推荐，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用过对方的角度来推荐东西。
对啊，刺客教条是就是最适合实况啊！哎、欸，而且你实况的时候还要介绍，哎，你告诉我你一层云上怎么介绍？你根本就介绍不来，而且人家还是个女孩子，最好是介绍的来嘛。也不会推荐太单纯啊，然后说刺客教条有很多可以讲，刺客教条超多东西可以说。你想想看，你可以从一代、二代、三代那边开始介绍，刺客教条才是易学难精，一成余生是不好介绍。不信你现在拿一款一成余生，然后。你想想看，你要边玩边跟人家介绍，你要怎么介绍？因为我就不信你讲得出来，而且你介绍但也不可能一直跟人家讲说你要去哪个网站下模组啊，哪个网站下模组啊，对吧？不可能吧？不是男生难玩，是你们在介绍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，你们不会以别人的角度做出发点。哎、欸，我真是气死我了！羊角，不是男生难为。你看你们男生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说女生很刁啊，还是怎样？可是你今天在跟人家介绍，或者是推荐，甚至是在推销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觉，你一定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，而不是你自己爽啊。那个游戏到底是你要玩，还是那个女生要玩啊？如果是你要玩，你就玩一成余生啊。可是今天是那个女生要玩，然后她也说了她的需求是什么是什么，可是大家还是照着她想要的东西去讲。真的，然后要是别人不接受，又觉得说别人很什么，别人很难搞还是什么？其实不是，因为完全一开始你介绍就不是她要的东西。你们要知道啊，交女朋友也是这样啊，人家女生问你。觉得哪个好的时候，你得问问人家想要什么，而不是你想送人家什么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女生就不爱看书，你挑了一本你最爱看的《琅琊榜》给她，这不来乱吗？对吧？结果人家觉得不是很喜欢，你又觉得人家傲娇了。可以啊，你去做个笔记就可以了。你以为我介绍出来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刺客教条虽然每一代都有啊，可是我只有从我三代根本就没破关。然后那个黑棋也没有破关，真正认真来讲，破关的只有大革命。可是我还是讲出来啊，代表说它不难。接下来我既然可以跟他推销的话，就代表说我有刺客教条资料可以提供给他。我这叫一条龙服务啊，懂不？可惜我不是男生，不然这妹我就拔刀了。今天不是每一个游戏我都有玩过，可是我一定会做功课，就是这样啊。来，我拿这个给你们看。这个就是我刺客教条做的笔记，看到了吗？就这样子的一个笔记，整整七页啊！你们真的觉得我什么都玩过吗？你们真的觉得我什么都会吗？觉得我什么都懂吗？看到旁边页数没有？22页啊！
你们所看到我在荧幕前面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做功课做过来的。这并不是我会耶。你真的觉得我每一代刺客教条都玩过吗？根本没有，一级有什么的我也完全没看过，没有玩过，就是这样。是啊，可是我今天如果你不喜欢看《琅琊榜》，我还推荐给你那本小说送给你，你会去看它吗？你也不会去看。哇，我们又输了。嗯，没有错。AB 八五，看打八阶好哦。今天这 DJ 场真的是战车攻略哦。战车世界的话，我看一下。OK，这个战车世界的攻略，那个时候我为了当战车世界的赛品啊，你看这一叠，这一叠全部都是战车世界当时的资料，你看，然后里面的笔记。看不看得到？这样才看得到吧？为什么会那么亮啊？好烦哦！哎，为什么每次那个光都那么亮啊？我真的觉得快烦死。嗯，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那么亮啊？这样看得到吗？然后还有，刚刚那个是纸本，就是笔记而已。然后这个是网络上所有的资料。嗯。这样一叠，然后我是把它存在这里面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叠，这一叠就比较没什么，这一叠。啊，这叠就没什么。是啊，当然一半是地图啊，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地图啊。你要一边看一边用地图下去做沙盘推演，或者是他这一场怎么打，然后这个沙盘要怎么推演还是什么？
你看到的就是我们做的啊。再打一次。哦，没有，我英文很差。英雄联盟哦，老实说，我以前有讲过 DOTA 类的游戏，叫做《梦三国》，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。然后那个《梦三国》它算是 DOTA All Star 前身，不但有正服，还有反补。所以前面的话，如果说像是季赛啊，还是什么赛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介绍每周的免费英雄有哪一些，好像什么金银铜牌适合哪一种做起手。哦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聊个天，或者是两方的队伍的阵容，这个角色里面这样。啊，哈哈哈，人头太大了，不好意思 ，sorry， 我弄小一点。拍谁拍谁，也不是改变实况风格，欸，我只是做该做的事。脖子上的痣你们看得也太仔细了吧。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，我当主持之后每一个接的那个案子，然后都是怎么整。哦，谢谢干爹，噔噔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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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爹。打不到是人生最伤心的一次，快出来快出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我想挂网了，开炮吐口水也太脏了吧，看一下。你只要借我游戏就好，你不需要抖内。You don't need。没有，没有中。会啊，会啊。哎呀，那这样我还不来给个，你们等我一下。
这是坏事，你们留。Цель понял. Пробитие. Wow, 这边怎么没地方过去啊？我快要晕倒了。哦，这奇哥被房间超反。Цель потеряна.大家如果有不错的 PS 片子可以寄我的，也可以给我一下。好累个哦。会不会太难打了一点？我试试。他只有170 HP， 我也是啊。太可怕了吧！哦，这好可怕！好，我给你们看哦，像是
我上次要播一个像是那个，这个是笔记嘛，这个是拳皇酒吧的笔记，结果只是当两集而已。然后这个是 CSO 的比赛，还有这是后来的那什么绝命交锋，那个什么团队进食赛，然后我也列一下他们常用的枪支还是什么，然后还有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钢弹的，钢弹就做了很多的笔记哦，只为了一个半小时的节目。而且，因为我是完全是恶补的，把它吸进去哦。然后，反正这个观众的评价是花了很大把的力气，然后观众的评价是哦，比一般的花瓶好一点。这像这种也要忍耐哦，也要忍耐哦，比一般的花瓶好一点。观众的意思是这样，然后。他们不会想过说他们吸收的钢弹是多少多少，观众钢弹很多没用到啊，可是我不管有没有用到，我只是准备要这样。然后这个是红彩六号的，只为了大概不到一小时，没有要你掌声鼓励，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做了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。可是大部分的观众呢，他们不会用同理心来看待你，他们就是觉得你很烂这样。他们的意思是说比花瓶好一点。哦，还蛮感谢的，比花瓶好一点。哦，一般节目我都会这么做，可是大部分的观众呢，他不会想说，他不会管你怎么样，反正他就是他们会用，他们不会想说，例如说钢弹是几十年的历史这样，然后他不会这样想，他会觉得说你就是比花瓶好一点，看着有一点伤心，可是我觉得说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比花瓶好一点。我想我们好歹也是青花瓷吧。哦，也还好啦，可是是真的没有你厉害，你那个真的蛮厉害的。欸，跟大家说一下，那个 QTT 小六就是那个礼拜二一起播游戏的，就是那个快速通关那个洛克人，为了致敬，我看我们今天九点应该打个洛克人。他们不会想说，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在一些就是已经出很久很多，而且范围非常广大的钢弹里面抓目标出来。就是抓东西出来，然后硬把资料死背进去。可是他们会觉得说，他们是热爱钢弹的。你讲这样子就是，哎，真的很那个啦，很那个，喵了一个咪的，太那个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今天这场没有炮车，所以我想我可以往前一点，往前再前到，啊哈，不加。其实不会默念三字经，哎，真的不会默念三字经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习惯就好。要慢慢抢位置。炮车，我还不来摆个？
其实也还好，我并不会觉得生气还是怎样，因为毕竟他们没办法理解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今天如果不是你遇到的话，你也不会理解这一点，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太过于 care， 对，你只要想办法，是不是有人来？快出来！第三个，五四。我是应该觉得很哭腰，你知道？有炮管，他也想白脚。We didn't penetrate their armor. One of our tracks is damaged. 这是比较有难度的技巧啦。对啊，其实我跟你说，真正打嘴炮的都不是小孩子，孩子不会打嘴炮。小六，我有一个游戏叫《欧西里斯的神殿：古墓奇兵》，要不要来玩啊？我不出来，失落兼伤心。我跟你说，没有什么红不红这个问题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随缘就好了，也不用想太多了。看他用 HE 洗我，我真的不大爽。是需要支援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是九阶车，所以我归的还算还蛮后面的。我真的不想要打太凶。对啊，我看到他用 HE 洗我，我就不大爽，你知道吗？看被 HE 洗，超生气。T10仗着血量直接冲！好啊，我也要仗着血量直接冲。哎呦，我快紧张死了！我快笑死了。我比较想看你有没有洛克人一代的快速通关啊？我比较想看这个，就一到六代快速通关。噔噔噔噔！天哪，我们终于把虎式的炮塔给存钱买到了。我看看我还能够打什么。我有看到他想揍我，超危险的，我刚刚以为我死定了。
我看一下哦，打什么车好呢？欸，我比较想看洛克人一到六啦。我去问那个谁，多喝水，看能不能让你打一到六。原主啊，当然是原主啊！你知道我原主是靠存档破关的。哎呦，你看到我玩你会笑死哦。就是鲁班门前耍大刀哦。原主啊，原主一代，对啊，哦，原主一代要破关应该很难吧？对，今天真的很冷，还没，因为 Steam 有一到六啊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边。真的，快去练一个，我的 Steam 账号借你，你赶快去练。我等着看，我太期待了。欸，可是你有打血缘诅咒对不对？我听说血缘诅咒很难。其实我有血缘诅咒，但是我不在，我还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玩。我很怕我玩的搓的跟屎一样。死而不养就好了，这苏联车居然还敢说是干爹车，这个抚养就应该要像美国线一样的低，怎么可以像菩提一样永远不低头。我是觉得我应该会崩溃哦。哎，你小龙啊，就是靠腰，我的坦克在干嘛？不要你兔子。对啊，我的全员主动就打得超烂的。没有，我还不敢玩。重点。哎呦，中弹也太多了吧！我看我去黑一下好了。啊，我最后三关子还没破哎、欸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有飞机，飞机飞飞飞！那个轻弹怎么跑啦、啊？哎呦，受不了！三台的中弹全部架在那里。
会跑位啦。德瑞克合集是啥？对啊，礼拜日，礼拜六的时候，我要跟我妈去嘉义，因为我爸呢去买了一双鞋子，然后店员拿了两只左脚给他，他居然没发现。哦，我真是被他打败了，所以我们家礼拜六要去嘉义帮他换鞋。出来耶，这时候要回他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啥？所以掉出了很多东方人。讲中文怎么会在日本呢？谁规定不行啊？你看，掉出了好多人。你那个超智障的，我快笑死了。拜拜。哎，你看他们都傻了。我就拜拜。哦，师傅再见，师傅。师傅，那个我刚刚讲个啥，然后大家都出现了。退！糟了糟了，我们队友太着急了，反而被打了一波。
爱气泡这搞了这么久还打不死，真太夸张。SPG 哎呀，笑人家 UCCU 白痴了这游戏。哎、欸、我也在等那个怎么绝命都市，哎、欸、就是礼拜二卤蛋讲的那一款。这今天这场真是太好玩了。SPG, UCCU! 好，我们可以。哎、欸、这一场还蛮好玩的、欸、老实说我快笑死了。想问一下，之前国徽任务没人抗议？有啊，有抗议啊！啊，那时候不是官方已经出来，
官方至少出来解释了，我至少看到六遍以上哦，不是我在讲。但是很多眼包就是没有再仔细看，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。我怀疑他们眼睛瞎，因为那时候官方就已经说了，因为那个程式上面有出错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成这样，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出错。那很多人就觉得出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就是把错拿出来，然后再打它，这样就解决了，比改考卷还简单。然后，所以官方解释好几次，大家就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很简单，很好改，应该马上就能够改进啊。最后官方出来解释好几次了吧，反正就没人听，大家一直骂这样。哎呦，我也是，套一句大陆人常说的话，我也是对啊，我也是对啊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所以就很尴尬，这种东西。官方至少出来解释了三四五六七八遍，但就是眼包没看见。不知道欸，大陆有没有抗议？这不干我们的事吧？就他抗议他的，我们抗议我们的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反正就是啊，你抗议你的，我抗议我的。欸，我这个可以停进去吗？我一直说你们超好笑。好像停不进去欸。哎，太胖了。我要出来骂 ，Be a man。哎呀，撞到了。
7-9还是有机会的。704把人把杀到我哎、欸啊！我是我们的704把我给杀了，Oh my god！ 我们704把我给杀掉了。啊！我被704给杀了。704，你根本是蠢队友！哎呀！704把我打到烧起来，然后我瞬间就死了，这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队友，我们本来是可以赢的哎、欸，徐来者，我受不了这傻逼队友了，哎好吧，我们来打一些奇葩车好了。我们来打个1-2-4是怎么样？好久没有打一点 TD 不拉不拉的。OK，Let's go。这家伙都打到704，对啊，其实是我的血量。整个不要烧完了、欸！我这么慢的移动，你还可以打到我？你的狙击镜到底砸开的、啊？我真是的，这种队友，午夜独上西楼。我来去。
会变老的，有时候就换了。一二，怎么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些全部都是南港的车在这里。我要走了。文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先来下载。我晚上来下载，我忘记。你在我 FB 留言一下，留那个文明的言，然后我观台的时候看到留言，然后再去弄，怕忘记。有时候事情都弄好，然后就爽爽的在被窝躺着，我就啥事也没做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好，收掉了，分好。这下看咱们的青潭有没有尬子。啊，岔赛不用尬子，弄就弄西。好，我们应该会被暂停胜。要去哪里啦？一边骂队友是 noob， 然后一边那边打酱油，蛮闲的你，什么事都没做才是最可耻的吧你？有啊，没有哎、欸，大家都叫我要攻顶。然后看一看那椅子20000多，我根本买不下去。我只是想买张椅子。对，明天要去特利屋看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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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哒哒哒哒，到天边，跟你冲咖喱，稍微温柔的，有时候却慌了。No dream, no dream, my boy, 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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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。我礼拜六去看完椅子，买回来再说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屁股恐惊哎，恐惊过棒赛啊，那刚没赛。正所谓，人家常说屎就跟黄金一样，你懂毛？我跟你说，这种东西不能看数据，这种东西你看数据又不准。我举个例，最简单的例子，这个，我先到定点再说。你看这 IS3， 它是账面数字是多少？它常常随便打都400，吓死人了。
所以有的时候看账面数字不准，好吗？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喜欢哪个就哪个，你别管，那别管它是啥事是啥事，那个都是不准的。真正玩过、试过、用过再说。靠北，瞬间我瞬间下来了。Ich sehe sie nicht mehr. 废话死了、啊，当然看不到更多。试过的意思就是超难打了STI 哦，是痛苦期最低的车吧，我在想，因为那个战车世界那个 STI 哦，它其实超硬的哦，打都打不死，真受不了。欧尼就是不退，不退怎么帮？退吧，帅哥。跟 STI 一定是玩的比较爽，因为像我啊，我的弹药，我的有，因为要是我的战车穿身稍微不够啊，打 STI 根本我左弹右弹上弹下弹，原来 STI 是那么扛，我弹了右弹，上了金弹还弹，原来 STI 有这么硬。ASTI 弹弹弹弹弹弹 ，STI 稍微摆个脚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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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 STI 有那么靠背，就是 STI， 你看这个叫做 STI 之歌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弹。我打 NE3 也很怕遇到 STI 哦，那个真是靠背车，不是我在讲。本来就黑怂怂，我早跟他说了，你往后面站一点。不要，来我了。Feuererlaubnis erteilt, Kette beschädigt, Herr ging voll durch ihre Panzerung. 来帮忙啊，傻逼们！Das muss wehtun.
拜天，你这两个傻逼。对啊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 HDI 又这么看。我弹了又弹，上金蛋海滩。你知道知道它有多硬？这个是 STI 之歌。其实也不一定搞得赢 STI 哦。STI 露了头，到底谁能打他？我也要想一下。阿咪之歌唱很多次哎，阿咪之歌应该是这样唱的。我来看看阿咪之歌是哪一个。应该这首。阿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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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肉肉，阿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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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吃豆豆，阿咪咪咪喵。吃豆豆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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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咪吃肉肉，阿咪吃豆豆，就是这一首啊，这叫做阿咪吃肉肉之歌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哎呀，哪一首啊？我想想看，哎，一二四怎么打了没？哎，打了，居然还赢。那我们要打哪一是哪一个呢？阿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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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肉肉，阿咪阿咪阿咪不吃豆豆，不你叫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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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你们没听过吗？哦，你真是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打一只蟑螂好了。夜游戏。你居然没听过，伤心哎、欸！你们还听过什么啊？真是的，你们都没有在追流行歌，你们都没有在追流行歌，虚嫩弱，虚嫩弱啊！忘记叫蟑螂带点好吃的回来。C'est parti ! C'est parti !我也他娘的太冲了吧！La chenille est touchée, elle peut casser à tout moment.
完了啊，快死了。两边打好痛哦！看队友居然全部在黑墙，而且在走这一条线。放心，这场不会赢，这场不会赢的啦。什么什么？你用掉下面，你用掉上面，这让我想到昨天的那个人中之龙哎、欸。输很惨哦！哇哇！又换了两组，2-7。你用掉下面，这就要怪怪。我觉得你们怪怪的。我去拿一下那个平板。我们再打一场，这样有点不是办法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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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们来打个地狱猫好了。椅子吗？啊，椅子再说啦，那个不着急，我先去特利屋看一下。好浓的螺味，你是鼻子坏掉哦？最好是闻得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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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
可恶，没有一个出来，打不到。好吧，我记得可以改账，改那个 I，改 IP 账号欸，可是我忘记是怎么改，我有一次就不小心改到别的。出来，快出来！而不出来，生气。你说这话有点没礼貌，哎，我不好回你什么，可是其实也还好，必须得说。就是没耐性。
201。会准一点了，拜托。快转啊！气死！我真的会气死，我真的会气死。那可能为了逼还想指挥我嘞，去你妹！干，你有那么强再来讲话，那逼！哦，一定要这么刚好啊！